朋友们，乡亲们，嘉宾们，我胸口闷，加油！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兄弟们，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？共创辉煌！共创什么？辉煌！大点声！辉煌！我听不到。嗯，贾总，现在的公司咋了？就是公司要黄了，你一定要说这。哎呀，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、啊！老赵、老钱、老孙、赵钱孙、老李，当初说好不分开，打死不分开。如今话又说回来，这公司啊，就是感冒变成了癌。贾总，咱公司就没救了吗？不是，干啥呢？这是啊，有一个人能救，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。他一旦收购呢，你们都是涛声依旧，而我只能站在外边，双击666。你咋在外边呢？他跟我有仇。谁跟你有仇？王渣渣。王总，什么仇？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，他开个假包厂，叫我举报了。后来我开个鞋厂，他开个假鞋厂，又叫我举报了。最后我开个药厂，他开个中药厂，还叫我举报了。人家开中药厂，你举报啥？我不习惯了吗？这，贾总，我们心疼你呀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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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，这倒会呀。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。我叫孙哈哈。贾斌，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？啊，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。不是王渣渣，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，你是来报仇来的，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，你把他们留下，那就是你的财富。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！来展示一下。展示完毕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、啊。哎，他展示啥了？妈，你这是眼睛咋的？还展示？你多大？37啊。你多大？37。同样是37，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。你补票去。过马路注意啊。那他呢？来展示。展示完毕。你也漂亮，我就你进步了，你比他好。你等会儿啊，嗯，我眼一直盯着呢。他展示啥才艺了？你多大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37。你多大？37。同样是37，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。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，你俩坐一起正好。打地去啊。那他呢？来，走起。是干啥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就你这智商，你收购我公司，我也是够够的了。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？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，还不知道干啥的吗？干啥的？干烧烤的吗？这是魔术，是吗？嗯，对不起，原谅你。多放孜然，少放辣啊！奇葩呀！行行啊，那他呢？滚！哎，贾冰啊，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！哎，渣渣，干啥？你都来收购我公司了，你还这脾气这么大？你当我员工面，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你是不是有点啥？不是那么乖。贾冰啊，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，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？我就纳闷了，假包我不做了，假鞋我不卖了。我开个中药厂，你举报我干啥？那就是因为查屁了。这回你公司倒闭了，你再报啊，报啊！这报就报了，你不也没出啥事吗？你我是没啥事儿，
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举报就好好举报，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？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，那家给我呲的，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。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？转什么型？中药厂转凉茶厂。你滚犊子吧你！贾冰，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，签不签？不是，签是签，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？留下他们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啥事啊？来，打119啊！就说你自己着火了，让消防车过来，呲你！那多疼！干啥去？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，这效果是一样的。不吃是吧？嗯，我吃。干啥呀？妈，这还自己带设备啊？哎，哎呀，刺挠啊！嗯，你的人我不要了。那来吧，撒，下，巴扎嗨。贾冰，你是真不要脸呐！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，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。行了，贾冰，我不怕告诉你，为了报仇买你公司，我把我公司都卖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，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，你就是破斧头破摔呀、啊、别整那没用的，签吧。好，我签。贾总，我吓我一跳。咱公司有救了。什么？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。什么？天使投资什么入股公司？什么？站起来吧。是啊，即使翩翩起舞，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。去你的吧！哎哎，贾总，贾哥，交枪不杀，能。哎，啊，王总，别叫我渣渣，小渣。哎妈呀，还小渣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是人。那你叫人渣吧。别听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！啊，好故事，好故事，我讲了嘛。话说呀，有一个身高1.8米、瞪眼、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，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，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。但是到最后呢，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，这怎么整？你不行的话，你到我公司来吧。给我当 CEO。 真的假的？假的啊，你个大傻子。猜不透你啊。谁想来啊？给口饭吃。那你有啥才艺啊？这怎么用我身上呢？不会。来来来，你起立，我教你。来，左手6，右手7，左肩高，右肩低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，掉头，来，走起，走起，停，扣3分，罚100。为啥呀？因为你长得违章了。不好意思。贾总，咋的？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。听听，决定啥？不给咱们投资了。啥意思啊？双击666。滚犊子吧你！贾冰啊，你挺溜啊！天使走了？不是，那玩意儿有翅膀，管不住啊。那咱这回简单点。干啥呀？左手6，漂亮。右手11，不是7吗？11，我手指头11。哎。左肩高，寒嘞。右肩比左肩还高，漂亮。左脚画圈，右脚也画圈，画圈，再画圈，蹦。咋还蹦呢？蹦蹦，再蹦，蹦蹦蹦，出去不是啊？蹦。
笨。行了，折腾半天了，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？不是签行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。不是你，贾总。这回应该是我。不一定，这边天使不靠谱啊。肯定是我。我这天使他变来变去，不知道啥星座的，你说这。你说问问吧。什么情况？天使投资来人了。漂亮。你看我就说是我吧。来人干啥了？当面通知不投资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抢啥？抢啥？跟我抢啥？蹦，蹦。行了，别蹦了。确定了是吧？确定了，通知书。走吧。哎呀，签吧，老贾。不是，我再等等。等啥呀？我等那个大傻进来，他告诉我，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。啊，太爽了！今天我让你心碎。哎，心碎没？说实话，稀碎。那签吧。签行啊。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！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惦记那帮员工？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，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。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，包厂整挺好，被个大老板看上了，就给包厂了。然后就挣点钱，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，我就干了个药厂。这药厂你等会儿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，为啥黄？就有一次一批货，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，我一气我就把那药物全叫我给烧了。别烧嘛，烧狠了，把资金链干断了，是不是傻？一项指标不合格，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，是不是标？那是药，药，药，搁那嘎达闹，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！但是你记住，做买卖做生意。凭着良心，药开不起玩笑。我签。贾总不能签。谁？叶月婷，搁哪干出来的？窗户。这是八楼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是来煽情的。哦，煽情啊！来，音乐起。哎，停！不是，你光煽情没事啊？为啥煽情啊？贾总，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。我跟家里说了，把地卖了，给。啥也别说了，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，你拿着。贾总，你知道的，我有手艺。妈呀，你这哎呀，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。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，给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少放点辣，少放点辣，你就不信的。兄弟们，此时此刻你们这样，你是不是很尴尬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先给你打个条，有钱再给。兄弟们，我明白了，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，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。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？咱们从零干起，我们再创辉煌。来，行了，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，你一定有话跟我说。老贾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，厂子也离不开你。我卖公司那笔钱呢，就当入股了，给。为什么？你们这群人干净，人干净，心干净，挣的钱更干净。兄弟们来啊！有，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？辉煌，辉煌，辉煌！说的好齐呀、啊！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？记得。
来，让我们走起。这，我们是什么兄弟？可以信任吗？可以。我来了。啊！